嘉伦国际汉学讲座，下午的讲座即将开始，请各位贵宾依序入座。同时，为了维护现场的活动品质，请各位贵宾先将手机调为震动模式。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询问身旁的工作人员。谢谢。嘉宾、师长以及同学，大家午安，欢迎莅临国立政治大学罗嘉伦国际汉学讲座。下午的讲座将由王德威院士与大家分享危机时刻的知识分子历史、思想与文学。
那在今天下午讲座的一开始，我们首先邀请政大郭明正校长上台为讲座开场致辞，掌声欢迎。亲爱的讲座，德威院士以及罗博士，以及在座所有的贵宾、所有女士、先生，以及同仁同学啊，大家午安。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于先生的演讲，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成语？尤其同学，我想我的感想就很简单，耳提面命，谆谆教诲。希望一位已经年高九十的一代大儒对于我们的期待，对于我们的期许。我想大家来这边听，在这个一世代不一定今天不听明天也可以听吧，也可以看看录影啊，但不来现场也可以在家里看。但是我相信不一样的就是今天来的人会一辈子记得说那一天我在现场啊，就这么简单哈。那第二点，我们可以得到于院士、王院士给我们这么大的支持、加持，我们应该可以说用哪些话可以形容？我现在要暴露我这个人文不足，我抛砖引玉，或许可以更贴切的，我说至少是德不孤必有邻呐，就得道多助啊。我想我们在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就会得到很多人的帮忙，得到像于院士一代大儒，得到王院士这样当今叫当红炸子鸡，是不是今天最重要最具盛名的国际汉学家来给我们支持。各位看到这三那刚才的那个三个人像是小弟的发想，比照在美国有华盛顿、杰弗森、林肯跟罗斯福，可以吗？我这样还有一点点这个读法律出身的的校长还有一点点 idea。 那告诉各位，我们中国人讲一代是三十年嘛，所以一代三十年。那其实罗家伦教务长今年是好像120岁，那于先生是90，你也在减30，差不多。所以这个我们得到这个三代人哈，可以说在这方面的泰斗啊，给我们加持哈。另外再讲第三小段啊，我还有点点准备的哈，就说看了于院士的谈话的谆谆教诲，以及刚才等大家就要马上听的，我少讲一点，我知道大家急着要听他的，因为我是跑龙套哈，跑龙套，这至少还跑龙套也可以占一到一点小时间哈，你要还要尊重一下跑龙套的人，还是有一点小角色的哈。那听了于先生的讲话，跟等一下要听的所谓一个危机时期的知识分子，我们该怎么可以去形容他呢？至少我读以前还读过高中也读过国文以前读过大一国文这应该是这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我想今天早上我们也提到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时代里面，恐怕也不是只有高科技一直只有，我们绝对没有说高科技不好，我们也没有绝对说要赚很多钱不好但是恐怕我们会做很多的措施，那是因为我们的观念不对，我们的思想不对如何我们错误的观念不对的思想能够拉回在正轨上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简单的报告就到此因为跑龙套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大家会烦，谢谢各位。
谢谢校长。那我们接下来邀请王德威院士至台前，由校长颁发罗嘉伦国际汉学讲座教授聘书还有海报。再次掌声谢谢王院士还有校长，谢谢校长，请校长先回座。那接下来我们邀请罗嘉伦国际汉学办公室主任暨文学院副院长杨瑞松主任上台致辞，掌声欢迎。校长，王院士还有罗九龙博士还有各位贵宾大家好。那我们这一次的国际汉学讲座非常荣幸能够第一次就邀请到我们王德威院士来帮我们做主持。那事实上我想今天现场这么多来宾很多可能都是王粉，应该实在我不需要再多做介绍，不过基于礼貌的原则我还是要讲几句话。那今天早上校长很慎重其事准备他的文稿，我也准备一下小抄要准备一下。那么王院士他是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那么随后就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Madison 分校，那么得到比较文学博士，那么之后也曾经在台大还有哥伦比亚大学还有哈佛大学任教，那目前是哈佛大学的讲座教授。那么他也曾经在国际上面很多知名的大学担任客座教授。那么我想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王院士在50岁的时候就当选上中研院院士。 OK， 那我们都知道这在人文学界来讲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那王院士的著作等身，那么包括有自由主义与人文传统、想象中国的方法、1949、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那么他可以说是中英著作相当多，著作等身，那么是现代中国文学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的泰斗。那么他所提出来一些研究的主题包括一些取径，例如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还有包括近来的三德风还有华裔风等等，都可以说是引领风骚的议题。那这一次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王院士，他带给我们的系列演讲，他的主题是危机时代的知识分子。那么总共有3场，那么今天是第一场，那么再来12月6号还有12月19号也是第二场跟第三场。那么我想王院士会分析在不同的历史脉络里面，那么文史哲的这些前辈人物他们的人生抉择跟价值取向的精辟分析。那么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过了余英时先生的演讲，那么余先生谈到了我们很多民主的时候可能遭遇到的危机。那么王院士的这个系列演讲呢，我想他从分析前辈学人他们在面对危机时刻的抉择，他们所遭遇的一些困难，我想应该会带来很精辟的这样的一个见解，一定会有很多许多发人深省之处。那么早上我在听余先生演讲的时候，事实上我可以透露一下，因为这是大概是我听了已经第二次至少第三次的吧。那我那时候有很有幸能够亲自聆听，这是10月1号的时候，那么他可以说是侃侃而谈，滔滔不绝。虽然已经年近90，但是他虽然走路的时候需要稍微人家扶持一下，但一坐上这个座椅之后开始开讲，那么可以说是真的是人家说下笔不能自修，他可是口若悬河。
那么我想我在听他今天在从这个摄影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个演出的时候，突然好像我很喜欢听古典音乐，好像很多大师级的指挥大师，因为他们有时候年事已高，会坐在这个椅子上面来从事指挥工作。那么他这个云行十天就有这样的风采。那今天早上呢，我们的黄帝新院士也预告了，那么王德岳院士的这个演讲就像唱歌剧一样，像 opera 一样，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接下来演讲也一定非常精彩。好，所以我就不再多占用时间，那我们一起热烈掌声来欢迎王院士。郭校长，罗九荣博士，各位嘉宾以及尤其现场的诸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那么这是我最大的荣幸，能够参与罗家伦汉学中心的开幕，同时呢也应邀参与这一场讲座。那么事实上当郭明正校长邀请我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惶恐，因为我个人觉得在座的许多同仁尤其是张广达院士不论在学养在经验都比我丰富的太多，所以今天能有这样的荣幸呢觉得非常惶恐，但是呢我也愿意尽力而为。那么在今天还有另外的两场演讲的系列里呢，我选择了危机时刻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总标题。那么我所要处理的呢，是在20世纪中期，大约是50年代到70年代这20年之间呢，那么在世界上，尤其是在广义的中国的土地上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变的现象，尤其是知识分子以及文化人，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裂变的时代里，如何安顿自己，如何再一次找寻生命的价值。我所选择这个话题呢，当然也有我个人的用意，那就是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呢，再一次的台湾、大陆、香港以及海外的华人社群呢，我们面临了新的考验，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如何自处，如何应变，我想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和试炼呢，永远都是鞭策着我们继续在知识的层面上以及在生活的层面上呢，不断的思考，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思想，我们怎么样的把我们的思想最后带入社会，完成我们的实践。所以在今天以下的话题里呢，那么要扣紧我们所谓的汉学或是国际汉学的研究呢，我希望大胆地展开所谓的跨科技的一种研究的方式，那就是我希望打通文史哲不同的领域，那么来参看在不同的领域里面的一些重量级的人物，他们如何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时分呢，那么来重新形塑自己的学与思的历程。那么与此同时呢，当然也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面对着这些前行者的身影呢，我们在我们的世代又要如何的做出反应。但是我必须先要承认，我自己的专业呢是文学，所以呢我的这个训练也不足以让我呢进入到这么深奥的哲学或者是历史或者是其他的人文的领域。我所做的呢是一个大题小做的方式，那就是我希望仍然扣紧我自己的专业，就是文学的专业，从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出发点呢来思考，那么曾经有一个时代，不同领域的学者如何呢在面临着家国危亡的时候呢，不约而同的跨出了他们自己原有的专业领域呢，那么以文学作为抒情表志的一种方式。那么我所选择的呢，那么在今天的演讲里呢，是陈寅恪和唐君毅两位先生。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陈寅恪和唐君毅先生呢，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广义的社会史最重量级的人物。那么他们两位呢，在专业的领域上其实是没有交集的，但是呢，在一个历史不可思议的时刻，等一下我会进一步的解释，那么他们似乎又有了某种的对话的可能性。所以以下的这个演讲呢，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处理这两位大师呢，在1950年代呢，面临着他们自己生命上的一个大的转折，他们所做出来的选择，以及他们所必须承担的后果。那么在第二个部分呢，那么就来到今天的讲题的另外一个话题，隐微写作。那么这个隐微写作呢，我想等一下我继续的来作为一个解释，主要呢是 Leo Strauss， 李欧史特劳斯，一位非常重要的这个二十世纪下半期的一位犹太裔的美国学者，他所发展出来的一个观念。那么以这个观念呢，我想再一次的来询问，什么是我们所熟知的忧患意识？还有在忧患意识之外，我们对于文学、历史还有思想的思考，是不是有另外的一种可能？而这个可能，我以幽暗意识呢来作为定义。首先呢，就是让我再一次的介绍陈寅恪和唐君毅先生。那么在座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来宾都熟知这两位学者的大名。那么陈寅恪先生呢，那么可以说是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最重量级的一位人物。那么吴宓呢，曾就是陈寅恪先生的好友，那么同时呢，也是这个他们在这个哈佛大学前后期的同学。那么他认为呢，陈寅恪是和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吴宓以为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的人。而傅斯年先生，原来的台大校长，在五零年代的初期，那么曾经呢，引领着台大建立一个新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学科建制。他认为陈先生的学问是近三百年来的唯一的一个人而已，最重要的一位。而胡适先生呢，说陈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天最渊博、最有事件、最能够用材料的人。所以这些呢，不在话下，大家可以理解他的意义。但是在1950年代的前后呢，陈寅恪先生在治学的方法还有他整个的治学的处境呢，有了绝对的改变。那么这是以下演讲的主题之一。那么其次呢，我介绍唐君毅先生。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唐先生呢，应该是世纪中期所发展出来的所谓中国新儒家或者是新儒学的三位重量级的人物之一，可能是最有这个领导和行政能力的一位学者。那么他长期驻守香港呢，当然也有特殊的一个历史意义。那么第三位学者呢，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么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李欧史特劳斯 Leo Strauss 啊，他所谓的这个隐微写作的观点，和他在1952年所出版的一本专书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那么这个迫害与写作艺术等等呢，那么展现了这个史特劳斯对于宗教、政治神学以及知识之间呢非常绵密的互动的那种细致的关系。那么史特劳斯的观点呢，在这几年呢，在对岸，在中国大陆的学界呢重新得到重视，但是我个人的阅读呢却带来完全不同的一个结论和理解。所以我希望借着这个隐微写作的观念呢，再一次的说明这个一个西方的学问如何能够为我们所借鉴，如何呢在我们参看这个二十世纪中期知识分子的选择的时候呢，再一次的给予我们新的灵感或启发。那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今天的报告呢，以忧患意识和忧暗意识两者之间的一个辩证，那么作为我的一个尝试性的一个探索，也希望提出我个人的观念呢，那么也许等一下在座的来宾呢给予我更多的指教。那么我选择文学，因为我觉得文和学可以说是广义的中华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根基。
在今天早上余英时先生的演讲里呢，也一再提到了以台湾今天的重要性不能够失去对文化的一种坚持和文化的修养，而这个文化的来龙去脉，我们自然应该放大眼光，在更广义的一个中华文明的脉络里重新来思考来辩证。那么最后呢，我的焦点呢集中在两部特别的文学作品。那么一本呢是陈寅恪先生在1954年那么讨论再生缘的这么一本小的一个著作。那么再生缘，我想在座不知道有没有对民间戏曲有兴趣的来宾，那么这是中国南方的这个弹词的一个叙事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那么成书大概是在18世纪的下半期，那么作者呢是位女性陈端生。那么再生缘的故事讲述的是孟丽君皇甫少华的这个女扮男装才子佳人中状元的故事，听起来非常的俗套，但是为什么它会引起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1950年代初期的重视？这个是我们可以继续发展的一个线索。那么其次，唐君毅先生呢，在1951年，那么在他重要的著作《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里呢，讨论中国文学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意义，特别举出来《水浒传》的重要性。所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呢，那么虽然我们有一位儒学或是哲学大师，一位史学大师，各有各的专长，但是今天呢，以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切入点呢，我希望大题小做呢，那么来看在那个时刻点上，1950年代的初期呢，为什么这两位大师都选择了一部或者是两部可以说是民间的，特别贴近民间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话题，我想呢值得我们今天在此那么再一次的来这个探勘。现在就开始我今天的第一个部分的报告。那么陈寅恪和唐君毅呢在事变之际的选择，那么时间呢是在1949年，那么这个故事呢却要拉到1958年，而这个整个的几乎10年的时间里面呢，中国经过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而时间在1958年，那么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在那一年，在美国的哈佛大学的东亚系，有一位留学生，那么来到哈佛已经第3年了，他的名字叫做余英时。那么有一天呢，在一个特别偶然的情况之下呢，他得到了一本油印的小的评论集，小小的。那么这本评论集的书名呢，叫做《论再生缘》。那么作者呢是陈寅恪。那么对于余英时而言呢，那么他当时先是好奇，怎么会一代的史学大师，那么来看待一个下里巴人的这么一个弹词的作品呢？但是他翻阅了这个再生缘几页之后，就是这个陈寅恪先生的这个论述之后呢，他有了如下的观感。我手边有这个余英时先生一本专著，叫做《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那么我引用他在这个书里的一段话：1958年的秋天，我偶然在麻省剑桥发现了《论再生缘》的抽印本。这是辗转由台北中央研究院传来的。读了之后，我个人在精神上、情感上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深觉这不是一篇普通的考证文字，因为字里行间到处跃动着作者的情感与生命，尤其是全文不仅好，我重复一次，尤其是全文不仅充满了家国兴亡的感慨，而且随处附见他自己所写的诗篇。换句话说呢，这是一本评论再生缘弹词的论述，但是作者呢却在论述的过程中呢不断地夹杂自己的诗文的感悟或者是评判。
那么这是一个体例非常特殊的一个作品。那么年轻的余英时呢，就推荐给当时香港的这个人生，那么希望呢，那么推荐词能够引起香港读者的注意。果然在第二年呢，香港的友联出版社出版了这个油印本的签字本，也是海外第一次流传的这本《论在声源》。而在之后的几年呢，这样的一个流传逐渐地引起了当时中共官方的注意。那么到了1960年之后呢，甚至连郭沫若当时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呢，都亲自出马呢，来写出他的批判或是辩证的文字。小小的一本南方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一位弹词女作者的这样的一个长篇的才子佳人的叙事，怎么会引动了整个的这个国家的教育以及知识的机器呢？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机缘。而我也认为呢，在这个1958年呢，这个余英时先生注意到这个再生缘的同时呢，有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同样的和余英时先生呢有关系，那就是在1958年呢，这个新儒家的几位大佬，那么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牟宗三、徐副官、张君迈、唐君毅。OK， 好，我们继续。在1958年呢，那么新儒家的四位大佬呢，发表了这个他们的一个宣言。那么这个宣言呢，当时引起了海内外学界非常大的震动。似乎我们感觉到，那么面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政治的千变万化呢，那么这一批新儒家的学者呢，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立场，那么以他们的这个儒学的专业呢，来捍卫海外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真谛。好，1958年，那么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呢，这是中国大陆这个反右之后的第二年，那么大跃进开始了，人民公社开始了，这个人工卫星开始了，而在台湾呢，我们正在这个艰苦的进行823炮战，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真正所谓风雨如晦的一个年月。而在这个时候呢，余英时先生呢，那么看到了，对不起，我们这个今天的设备似乎有一点这个好像不是很恰当啊。这个是不是能够请在场的哪一位这个来重新设置一下这个 PowerPoint？ 这个现在它不动了。好，继续我们的这个叙述。所以我个人认为呢，1958年呢，这位年轻的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呢，这个他有似乎有某种的这种奇妙的牵引力量，把这两位大师呢，那么似乎呢，都把他归拢到他自己的思维模式里。那我这样的讲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唐君毅先生不是别人，他也正是余英时先生在前几年在香港的新雅书院的老师。所以经过这个余英时先生的牵引呢，这个有一个很奇妙的知识的谱系开始了。那么在继续进行下面的这个说明之前呢，也许我可以为今天早上所看到的余英时先生的这个演讲呢多说几句话。那么在座如果看过余英时先生的回忆录的来宾可能知道，那么在1949年那个时候呢，这个才19岁的余英时先生呢，当时是燕京大学的学生。那么这是一个改天换日的时代，而余英时事实上当时是受到了左翼的思维的影响。
诚如他在回忆录里面所说的，当时这个中共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其实吸收了余英时，他也的确呢跃跃欲试，希望在这个革命之后留在祖国，为这个国家尽一份心力。但是呢，人生有许多奇妙的转折。在1950年1月呢，那么余英时有一个机会到香港去探望他的父母。那么他在香港呢停留了大约7个月的时间。到了1950年8月呢，那么他决定呢，千思万想之后，他要回到中国，要继续他的参与革命的这样的一个事业。但是呢，就是这么奇妙，我们讲到历史各种因缘。他的火车在这个离广州站不远的石龙呢抛锚了，而必须在这个石龙站呢这个停车休息一天，修复机械，然后第二天才能够行驶。那么在那天晚上，年轻的余英时千思万想，他突然灵光一闪，他觉得他不能够就这样轻易的离开香港，离开他的父母。那么祖国虽然伟大，但是如果不能够真正先照顾到自己的最亲切的父亲和母亲，又谈什么革命大业呢？所以在第二天呢，他做了一个决定，那么他决定反转他的行程，启程回到了香港。所以我们今天那么在多少年之后，70年了，是不是将近70年了？我们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19岁的余英时当时选择着坐着这个北上的火车回到了北平，或是后来的北京，那么今天我们早上可能看不到余英时先生的演讲。而同样的一个话题呢，这个1949的抉择千难万难，也影响了陈寅恪和唐君毅后半生的命运。我们都知道陈寅恪先生呢一代大儒，那么这么好的才华，这么多的语言的这种专才，可惜呢在1945年之后呢，他的眼睛呢这个视网膜的严重的问题，使他几乎接近全盲的姿态。而历经了前半生各种各样的波折，那么在1949年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有选择的，因为他的好朋友傅斯年先生已经在台湾向他招手。但是陈寅恪先生呢，却觉得经过了前面的太多的波折，还有自己身体健康的考量，他决定留在中国，他选择了南下到广州的暨南大学任教。而在51年之后呢，暨南大学改为中山大学，就是今天的广州中山大学。那么他的后半生的艰辛，那个波折，那么后来呢，有一本专书叫做《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台湾也可以买得到，非常推荐呢，在座的尤其是同学呢，可以阅读这本书，那么了解这一位伟大的这个历史学家后半生的这个艰难的这个过程。而唐君毅先生呢，在1949年4月呢，决定离开了中国，他到了香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故事的过程里，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个地方他扮演了枢纽的角色，那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关心的香港。余英时先生呢，是从1950年到1955年一直在香港，他没有在台湾长期居留的经验。经过了香港，他去到了美国，在哈佛大学完成学位，展开了他的学术生涯。唐君毅先生呢，1949年离开了中国大陆，到香港，以后的30年，以香港，以后来的这个中文大学为他的基地，发展了他的这个所谓新儒家的整个的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或是道统。而陈寅恪先生呢，选择留在了广州。那么后面的故事就不用再多说了。我们说，今天从香港到广州乘坐高铁，大概不过是40-45分钟的时间而已。而回到70年以前，这样的一水之隔，两个地方却恰恰标志了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思维方式，还有不同的命运的这个鲜明的对照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觉得这个余英时先生还有香港呢，都扮演了非常奇妙的枢纽的角色。
那么下面呢，让我用最快的方式呢来介绍这个余英时先生之后，所以对陈寅恪先生还有唐君毅先生投注这么样的关注的一些原委。那么首先呢，我介绍陈寅恪先生的背景。那么这个部分呢，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呢一语带过。他来自一个非常重要的江西的家族。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讲呢，他是官三代啊。那么陈宝桢先生呢，是他的祖父，在晚清的时候呢，尤其是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这个推动的角色。但是呢，在之后呢，他的命运是这个非常悲惨的。最后呢，当然是触怒了朝廷当局呢。那么他以一个最不得已的被赐死的方式呢，结束了他的生命。那么陈宝桢的儿子陈三立呢，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失礼的世家里呢，他的学问，他的这个道德呢，是从小就是在这个传统中培养出来的。那么到了1910-20年代之后呢，我们基本上呢已经尊陈三立先生呢为中国现代的旧诗派里的这个所谓的宋诗派的最重要的代言人。那么在抗战的时候呢，他以绝食而死的方式呢来抗议日本侵华的暴行。而陈寅恪先生呢，我们知道从这个小呢就是这个有神童的奇才之名。那么从1902年之后呢，先后的那么留学日本啊、美国以及欧洲，陆续的呢有许许多多的在学术上的扩张。那么今天呢，最我们所熟知的呢，是他在1918年到1921年这三年呢，他在哈佛求学的过程。他并没有拿到学位，但是呢，他在这几年里面勤学这个梵文和巴利文呢，展开他的这个治学的汉学方面的大才。那么这个陈寅恪的这个兄弟都是历史名人，那么尤其是这个陈恒恪啊，我们知道是这个晚清到民国的一位重要的画家啊。那不论如何，那么以余英时先生的立场呢，他描写陈寅恪先生治史的史学三变，那就整个的这个学术历程里三次大的转折。那么第一次呢，发展在1923年他回到这个中国之后，那么加入了清华国学院的前面十年呢，是所谓的书族之文，塞外之史。意思呢，他基本采取了一个东方学，或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汉学的方法学，那么专门以这个最精密的语言学的这种 philology， 应该说是语文学的这样的一种抽丝剥茧的方式呢，来钻研已经失传的或者是靡而不彰的各种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等等。那么像是藏文，像是蒙古文，还有刚才所提到的巴利文、梵文。那么另外呢，大家也都知道，除了这个蒙藏文之外，他对于满文、对于波斯文、对于突厥文、西夏文呢都有涉猎。那么同时呢，他对西方的语言，包括了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无一不通。所以这是一个通才，这是一个奇才，这是一个在学问上呢真是非常有天赋，而且勤奋，而且不断的这个精进的一位学者啊。所以在早年呢，他以他整个的训练呢，致力于这个少数民族以及中国以及这个中亚之间的各种各样关系的研究。那么到了中期以后，也就是在这个30年代的末期之后，因为抗战的爆发呢，余英时先生，对不起，这个陈寅恪先生呢，那么基本上他的学术的目标呢，已经转向中国在中世纪，也就是六朝到唐的这个阶段呢，整个这个社会以及政治，还有这个伦理家族制度的大转变。换句话说呢，从传统的汉学呢转移到了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治史的方向。而最后呢，在1949年之后，他发展出了一个奇异的一种治史的方式，他自己呢称之为新史。那么这个新史的部分呢，将是今天以下的重点。那么在我们今天对于
这个陈寅恪先生的认识呢，我们大概最容易一般最容易联想的呢，是他在1929年为王国维先生的墓碑呢所做的碑铭。我们都知道王国维呢是五四前后中国最重要的这个大儒之一，在1927年的6月2号呢，他决定呢在这个北平的这个颐和园这个自沉而死，那么决定自杀。那个时候他只有50岁。那么王国维为什么自杀，纷纷云云各种样的辩论呢，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团，大家都不断的在询问他为什么自杀。但是呢在1929年，也就是王国维自杀的两年之后，陈寅恪写下了那么他的纪念碑铭。那么这个铭呢，当然是到今天的已经成为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教科书式的一种文本了。那么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用红字呈现它的重点，请看第一段红色的标明的这个引句：先生王国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也就是说，在各种讨论王国维的这个生死的抉择的时候，太多的附会呢表示他只是因为了他是清代的殉清的移民，一家一姓的这种所谓皇朝旧皇朝的这种移民姿态，他是殉清而死的等等等等。但是呢陈寅恪先生力排众议，他认为王国维之死呢是哀悼一个中国或是中华文化在过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传递之后呢，再一次面临浩劫的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刻。所以他说这个先生之著述，第二段红色标明的字，或有实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实而可伤，任何的学问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协商，进一步的辩证。但是呢，王国维死后所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是，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而天壤而同久，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论个人的学思的立场、政治的选择，甚至对于一家一姓改朝换代的种种的考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后如果不能够在自己的为学的立场上维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他都不过是空口白话而已。所以这段话呢，以后为无数的这个史家还有这个学问家所引用。那么这是一段呢，是个我们不断这个思考而且回应的一段文字啊。那么现在就来到了这个陈寅恪先生自己的选择了。如果在1929年他已经强调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么在1949年之后，他要怎么样去面对一个政权强加于他的各种各样的桎梏和束缚呢？1951年，那么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出炉，这是开始了整个大规模这个中共对于知识分子的控制，还有整个大专院校的改制的先声。那么之后呢，这个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呢，我想在这里不需要再多说了。那么各种样的细致的这种组织的方式呢，一点一滴的渗入到了知识分子的群体之中。那么有的知识分子抗拒，但是有更多的知识分子隐忍，却也有一些知识分子、一些学者、一些文人呢，那么觉得这是一个新时代，这是历史进步的象征，为什么不趋炎附和来鼓掌叫好呢？在1953年，陈寅恪先生写了这样的一首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文学、政治和历史之间的交错。南旦，有一天他在广州看到了一场演出，当时这个男扮女装呢仍然是传统戏剧非常流行的一种在舞台上的这个扮装的表演。那么陈寅恪呢写道：改男造女太全心，局部精华旧绝伦，太习风流衰歇后，传心翻世读书人。
今天看在这个新的学术舞台上千娇百媚的这些演出者，其实都是读书人呢、啊。所以在这里呢，他非常尖锐的呢提出了这个书生，就是像我这样的人，他不过是一种妾妇之道，姨太太、小太太的姿态呢，来侍奉着一个新的老爷或是主子。那么在另外的一些这个场合呢，讽刺着说书生呢如妾。这个之外呢，妾道的妾就是窃取知识的那个妾，或书生如妓，妓女的妓啊。所以你可以看这个陈寅恪先生呢，他这种激烈的态度，但是呢，却隐藏在似乎是这种所谓的无关痛痒的这种游戏的诗词之中。所以这个在1950年代之后呢，陈寅恪以他的诗篇写作了多少个人的心事呢？这是一门大工程、大学问。而到了80年代呢，余英时先生曾经有大量的作品呢，来解析这个潜藏在这个陈寅恪诗歌中的密码的问题。所以这个密码战呢，这个一直是一个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的一个现象啊。现在呢，来到1953年，在1953年呢，这个当时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啊，当时已经是一个红朝新贵，那么汪潜呢，他来到广州，劝说他的老师接受当时的社科院第二所所长的任职，那么这个陈老师呢，把他的学生痛骂了一顿。那么不但骂了以后呢，还写出了对科学院的答复。这个其实是这个听写的，因为他当时他的目力已经几乎全盲了啊。请看第二段。那么他说，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为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世而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所以可以看得出来，1929年的那段话呢，原来是用在王国维的身上，而现在呢，用到了他自己的身上。而在以后的这些年，以后他还有16年的生命要走，那么这段话呢，成为他的这个毅力上最大的一种考验。所以这是关于这个陈寅恪先生在50年代初的一个状况。现在呢，我的话题要转到唐君毅先生。那么刚才已经说过了，唐先生呢，在1949年的4月来到香港。那么当时那是乱世，那是香港是一个英属的殖民地，有大批南下的难民呢，那么集聚在这里呢，那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很难很难决定的一个世界的变局。而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唐君毅先生还有呢这个钱穆先生这群新儒家的学者呢，却居然觉得即使这是乱世，但是我们依然要坚持着我们自己对学问，尤其是儒学的一种初衷或是本心。所以在1950年呢，他们在1949年的10月呢，唐君毅、钱穆、张培介等人呢，在香港创立了亚洲文商书院。1950年呢，他们创立或是改制成为新雅书院。那么用宋明以来民间书院的体制呢，来展开他们海外传新教学的一种壮志。而1963年新雅崇基联合书院一起并入新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也就是今天我们的中大的前身的一个部分。那么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这个当时呢应该是在九龙，是在桂林街啊，你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杂乱的一个，就是一个市这个街市里的一个围楼，然后在这个红框所标志的这个楼里面呢，那么有一群儒家的知识分子呢，展开了他们传道授业解惑的这样的一种艰难的历程，而余英时先生呢，正是香港新雅书院最早的学生，也是最初的毕业生之一嘛。所以这是余先生还有唐先生，那当时呢他们在香港的一段这个知识的追逐的因缘啊。那么到了刚才所说的一九
1958年，那么唐君毅、徐副官、牟宗三，还有张君迈，那么还有在这里的照片上的程兆雄先生等等呢，这一群知识分子呢，展开了他们的一部啊，这个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他们希望以新儒家的理念呢，再一次的捍卫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和中国的现状呢，仍然可以承诺未来民主自由制度的发生。也就是说，民主自由制度未必只是由西方传来的一个简单的西方的一个政治理想或是结构而已。那么一样的呢，在中国的这个土地上也可能产生了新的这个奇花异果。这就来到唐君毅先生在60年代呢最有名的两句话。那么他以故国山川的悲情呢，回溯中国的历史的来龙去脉，有了如下的结论。1961年，他这个出版了《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这个所谓离散论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头啊。但是呢，另外63年，他说花果飘零之后呢，灵根自植。再一次的呢，在一个最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我们重新所谓展现了这个灵根自植的一种慧心和动力。所以这是唐君毅先生呢可能最为人所称道的两句话了啊。到今天呢，不论我们做这个所谓的后殖民论述或者是本土论述等等呢，仍然常常在征引这两句话。那么当然呢，这两句话呢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儒学上的来龙去脉呢，值得我们继续的思考。所以总结这个部分呢，我要说余英时先生未必是所谓新儒家的正宗传人，因为他一再的认为自己的学识和抱负呢是超越这个新儒家式的明心见性式的这样的一种 学和思的历程。但是呢，他和新雅书院和唐君毅先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呢，仍然让我们理解到他和这一群知识分子在漂流和在这个离散之中呢所产生的心心相印的对话。那么与此同时呢，当然他花了大部分的精力呢专注他自己的学术的发展，而陈寅恪先生一直是余英时心目中仰之弥高的一个最后的史学泰斗的一座丰碑，一座对象。所以这是我们刚才对于这个陈和唐先生的一个背景的说明。那么其次呢，就来到隐微写作这个观念。那么所谓的隐微写作呢，那么它的英文的名字呢，名称呢叫做 Esoteric Interpretation。 那么其实它是有自己的一个思想历史的脉络的。那么基本上呢，这个 Leo Strauss 呢在分辨西方思想的来龙去脉的时候，树立了两种永远在相互较量的知识以及思想的谱系。一种是对于所谓的真理的追求，真理在这里呢也有部分的宗教的这种最后的对神的启示的一种期待，但是是真理。而另外一种呢是政治或者是统治者，那么他必须维持社会的秩序以及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延续性所必须采取的各种介入性的这个实际社会的实践和操作。那么在两者之间呢，永远是变动不休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作为一个统御者或是领导人，永远有着最根深蒂固的一种冲突。而与此同时呢，对于史特劳斯来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尤其是在他所钻研的这个所谓以犹太教为主干的这样的一个西方的神学的系统里面，总是有一种神的启示或者是一种近乎宗教的一种灵光一现的那种醒悟或者是启示，那么主导着这些思想者这些知识分子不断追逐真理的这样的一种冲动。
而真理却永远是隐而不彰的。如果那么容易这个显现在我们的面前，真理也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所以这个隐微这两个字呢，一方面是指的因为外力的介入，就政治政客或者是这个任何的政权的介入呢，压抑了这个知识分子写作或自我表白的自由，所以你必须转入地下，以这种所谓隐喻的方式写出你自己的思想，所以这是一种隐微的方式。但另外的更重要的隐微的定义呢，却在于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知识的最后的那种诉求，还有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真理，永远是在伸手似乎可及，却终归是晚了一步，或者是不能够一触可及的那种危机的状态里。所以这个地方的那个隐微的意思呢，也就说明了任何你的信仰，任何你的价值的一种坚持呢，永远是很艰难的。你以为你达到了，它却未必是真如你所愿的，这么轻易的为你用理性、用辩证、用各种各样的逻辑来掌握。所以这种隐微写作所形成的一种知识论述上的张力呢，对于这个史特劳斯来讲呢，是非常值得我们在当代，尤其在欧美所重视。在他所谓的当代欧美的时候呢，当然是二十世纪的中期。在当时呢，这个不论是希特勒的文明、共产主义的文明，都标榜着人类的进步到了一个阶段，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用理性、用逻辑、用各种各样进步的神话来轻轻地把它解决了。对史特劳斯来讲，不是那么容易的。所谓的现代性或现代化的过程里，似乎的这种逻辑上的辩证、理性的进步的这种追逐，总有它视而不见的盲点，总有那些潜藏在我们知识范畴之外的那种深奥不可测的部分。而如何把那个不可测的部分，它的不可测把它间接的表达出来，永远是一种艺术。而又何况这种艺术在50年代的初期受到了政治情况的绝大挑战，所以在任何的迫害的情况之下，如何写作这个所谓的这个隐喻的艺术呢，成为不只是文学上的一种挑战，也是任何知识分子如你如我，我们不断要面临的一种考验、一种挑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到了陈寅恪先生和唐君毅先生在50年代呢，用文学的研究或文学的讨论呢，来隐约的述说他们个人的心事。这个心事呢，是政治的，也可能是道德的，更重要的，这个心事是有关于他们个人的认识论的，到底什么是知识，到底什么是真理，这林林总总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不再多说这些抽象。又断电了。好，现在呢，我们就说回到这个陈寅恪先生啊，他在1950年代有两本关于，其实应该有三本。不好意思。好，我们现在继续接着讲，在1950年代呢，这个陈寅恪先生呢，应该是有一系列的三本贴近文学的论述。第一本呢是《元白时间正稿》，其实在40年代就在发展而完成了。那么第二本呢，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1954年的这个论这个再生缘。那么第三本呢，是1958年开始写作的最精彩的《柳如是别传》啊。所以这三本著作呢，基本上都像是按码系统，我现在用余英时先生的描写啊，全都是按码啊。我们要怎么样来写作，就像是这个 Da Vinci Code 一样啊，这个你不断的要在这种千丝万缕的字里行间呢，去找寻那些线索。而又何况呢，这个
陈寅恪先生所要处理的这两个这个作者或者是当事人呢，本身就是一个像谜团一样的人物，所以这是谜中加谜的一个过程啊。但是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在五零年代，那么这个1964年，当陈寅恪先生完成了《柳如是别传》呢，他有这样一句话：“痛哭古人，留赠来者。”我想这个话是非常非常重的，而且其实这句话他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呢，用两组诗歌呢，都以这句话作为高潮。那么“痛哭古人”当然是也可能以古喻今，古典经典之间的这种相互的陈述、相互的补充啊。但是“留赠来者”他的这个考证呢，像是一个礼物一样，要留赠给后来的人。但是后来的人能不能接受这个礼物，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礼物，或是接受了礼物之后能不能理解这个考证或是论述的这个所深藏的悲痛的含义，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这个怎么讲，非常沉痛的而且悬疑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传递的过程啊。所以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悬疑感呢，那么其实也许我们可以用中国传统的一些成语，像是知人论事了、以知易逆志了、发愤著书，尤其是微言大义这些话呢来说明。但是我觉得这些成语都不足以说明，在一个长期知识受到压抑和迫害的一个状态，不论是历史或者是政治状态之下呢，任何的微言大义呢，都不应该只是某一个点的或是某一个线索的重新的发掘。这个微言大义已经变成知识分子生存的一种本能了。就你在任何的时候，你其实都是很紧张的，那么希望把自己的这种知识呢，那么用一种最委婉的、最幽密的方式写下来。那么一方面呢，为古人而哭，而另外一方面呢，对现在其实是绝望的，而也许有一丝的希望留赠来者啊。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心意。而这首诗歌呢，是陈寅恪在67岁过生日的那一天写的诗歌。我想这个我们过生日大概很少写这么强的诗歌啊。平生所学共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啊。他了解自己的诗歌、自己的著述里面所隐藏的重重的杀机。这个当然是面对着当时呢，广州中山大学呢所一波又一波的各种各样的运动，对当时的教授和师生呢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红色的恐怖的一种隐语了。这个不能算是隐语，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直白的一种说明了啊。所以呢，他的砍头诗是什么样子呢？那么余英时先生在日后的他个人的这个著述里有相当仔细的分析，那么大家可以有机会呢继续的参照。那么今天呢，我所要想讲的是，在1953-54年整个的这个中共院校调整之后，那么陈寅恪的这个位置基本是被架空了，所以最后他剩下的是一种自嘲：留命任教加白眼。这个别人都觉得我是无用之人了，我却居然在这里苟延残喘，继续教我的这个唐史、教我的元史、教我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历史课程，但是在写作的时候著书为圣送红妆。我现在所写的东西都是风花雪月而已，都是一些不关痛痒上的、历史上的最微小的无名之辈，而在无名之辈里有一个性别的论述，都是女性。所以两部巨著，一部《论再生缘》呢，讲的是才女陈端生悲惨的遭遇，还有她的这个《再生缘》弹词里面孟丽君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惊奇的一个所谓女扮男装的冒险。而柳如是呢，我想在座多半的来宾可能知道，这个晚明清初的名妓之一，曾经和陈子龙还有钱谦益呢有过非常非常这个荡气回肠的这样的一种所谓兴亡之恨、儿女之情的这些关系啊。那么最后呢，她嫁给了钱谦益，而在钱谦益这个死后呢，柳如是也自己自杀了。所以整个的这个故事呢，
这个经由这个陈寅恪先生呢以80万字的篇幅来考证，所以你可见他的心意之深啊。那么这些红装们，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以这个顺时钟的方向，有这个柳如是，有这个神秘的陈端生，我们到今天都不知道他是谁啊。那么还有这个陈寅恪先生，我要特别讲的当代的红装，他的夫人唐云以毕生之力呢，那么来协助他的先生从事著述。那么唐云呢和台湾是有关系的，因为他的祖父呢正是台湾曾经的巡抚唐景崧啊，所以这是又一个千丝万缕的这样一个线索，值得我们讨论。那么下来呢，这个冼玉清教授，他在这个中山大学的教授，还有最后他的秘书或是助理黄轩，是这一群女性像供养人一样的这个来照顾陈寅恪，那一个失明的老者呢，那么不断的用口述的方式呢来记录他种种的这种最缜密的这个思考以及这个研究的心得。那么我想在这里在座尤其同学们可以立刻问，他的记忆力肯定是很好的，对不对？而且也没有 Google，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 database 可以使用呢，完全在一个双目失明的状况下，那么以他前半生所学的丰沛的知识呢，那么由这几位女性一点一滴的抄录下来，汇集了超过100万字，超过130万字的这个著述。这是陈寅恪呢在1950之后到1969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现在呢，我说多说几句关于再生缘啊。那么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是一个用平常知识分子眼光会觉得俗不可耐的谈词小说，流传在这个中国南方的民间。通常呢，是一个瞎眼的这样的一个琴师呢走唱，穿门入户，在这个尤其是这个妇女群集的这些厅堂闺阁里面呢吟唱这个诗歌啊。但是呢，陈寅恪却发觉这样的一个再生缘的谈词特别精彩，他就感动不已，他甚至把他的所谓这个兴亡遗恨都投注到这个女性的身上了。那么而且呢，他甚至提到了南缘北梦的说法，南就是再生缘，北梦我想大家可以猜得出来，《红楼梦》是不是？这两部作品呢，都是在18世纪的下半段逐渐的这个公诸于世。但我们今天呢，至少部分的知道曹雪芹的家世以及这个非常细致的而且动人的来龙去脉。但是谁是陈端生？那么这位女士呢，只活了40几岁。可见是一个江南的大家族的女性，有她的知识背景，有她的这样的一种非常绵密的这个对家、对她的先生，还有对整个的这样一个社会的一种情怀。那么她以这个男扮女装的故事来敷衍一段这个中国古代奇女子的遭遇，显然是有她的抱负。但是到今天不知道这个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花了整部的作品的篇幅来考证到底谁是这个陈端生，不知道。所以为发前德之幽光，但是到今天呢，我们只是大概知道这位女性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述作者。那么到这个陈寅恪先生最兴奋的时候，他甚至认为弹词基本上就有史诗的格局，就再生缘对他来讲就像是希腊的荷马史诗一样的重要啊。那为什么要做再生缘的考证呢？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人生到了暮年，这时候陈寅恪都已经60几岁了，已经瞎了，在这样强烈的这个政治压力之下，也就是每天听听弹词，遐想一下曾经的奇女子女扮男装，这皇甫少华皇帝这一些的宫廷的这些奇闻异事而已。但是呢，他却在另外一个语境里却说，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显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于这个陈寅恪先生来讲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品。
而他在这里面竟然发现了这个在乾隆时代在中国的清代盛世，却也是文字狱最强的一个时代里，在一个女性，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性的这个著作里，却发现了所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所以他对王国维的那个赞美呢，移到了陈端生的身上。那么他认为呢，这个弹词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呆板的七字句的连绵数十万字没头没脑的一种叙事，但是却千变万化，需要多少的智慧呢，让这个弹词变得有趣而可读，变得这个非常生动而引人入胜，那需要一个非常灵活的想象力和慧心。而他发觉呢，这个陈端生呢，显然是这个代表了这样的一种啊，冲破网罗的一种慧心。所以他说，端生在红字的部分，此等自由及自尊及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具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所以这是对一个无名的，就是没有背景的一位神秘的女性，一个最高的一个评价了。那所以看得出，这个陈寅恪先生其实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女性主义的啊，他这个对女性有一个由衷的一种敬佩。但是呢，他当然是潜藏了自己的悲哀的身世。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两目全盲的一个老去的学者，但是在听这个唱这个弹词的时候，突然有了灵光一现。那就是说，在弹词的这样一个演出的格式里面，弹词的那个琴师吟唱者通常是瞎子，是这个盲翁。而这一点又让他联想到了在中国最早期治史，就是最早期的这个史学的这个治史的史官呢，有很多的时候呢，也都可能是所谓的古蒙，就是这个瞎眼。所以这个盲眼看不见这个地方，成了一个巨大的知识的隐蔽和洞见的之间的一个隐喻。而这当然是陈寅恪先生自己给自己的一种勉励，就是说也许是瞎了，但是这在这样的一个最俗的一种弹词的这个叙事里，找出蛛丝马迹，铺陈出经典和古典，也许这才是历史真正的这个创作以及所谓的这个探讨的真意呢。所以这是他的这个所谓始亡而后诗作。而诗在这个地方又是中国在这个整个诗歌叙述里面最不受到重视的弹词的这个形式，整个的翻转，整个的颠覆了中国传统呢对于文类高下的判断。所以在这里，谁又能说这个陈寅恪是一个退步主义者或是保守主义者呢？他以一个最最颠覆性的创造性的方式呢，将一位奇女子的故事呢重新的演练。那么这里呢，所谓以诗正史呢，这样的一个他的做学问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依归呢，有了新的诠释。什么是史？什么是诗史？而什么是诗史之外的新史？在一个所有的历史都不可信的时代，在一个各种政治论述铺天盖地的时代，在一个所有的这些所谓进步学者盲从着一个政治的宣言、教条或宣传的时候，那么作为像陈寅恪这样的史学家，他所付诸的是对新史的一种凝造。而这个新史的新在这里，当然是中国的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正是唐君毅先生所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在这里呢，新史表达出来的不是别的，就是由文学的著作、文学的创作所挥发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新的一种诠释。所以在这里呢，我只用一个典故来说明：孙盛杨秋海外传，索南新史锦中全。孙盛指的是近代啊，这个五胡乱华的时候的晋朝的一个史家，他所
著作的近代的历史春秋或是杨秋呢，不见容于当时的朝廷，所以最后呢，他把这个孤本的这样的历史呢，那么放到了辽东，就是今天的东北呢，所谓海外传，但是放在我们今天的语境呢，在美国，在欧洲等等。而锁南新史呢，井中泉，这个我想在座很多来宾应该知道，引用的是郑思肖的故事。那么郑思肖呢，是这个南宋的这样的一个移民。那么这个他在这个宋亡之后，将他所著作的这个历史呢，那么称之为新史，放在这个苏州的一个庙的古井里面。而经过了300多年之后，到了1627年呢，那么这个整个的天气大旱。那么这个古井枯竭，那么居然呢，在偶然之中呢，这个苏州的这个人呢，发现了潜藏在井底所深藏的300多年的历史新史。所以在这里呢，陈寅恪的心意已经很明显了。那么历史这个东西不可靠的，那么就算是你把握了历史的真谛，那么你把它归诸名山，千百年之后，也许有这个运气，那么这个新史呢，会重新的这个所谓见诸天日。否则的话，谁又知道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历史的命运呢？所以这是他的这个很多的感叹。那么我以下这首诗呢，来结束对于陈寅恪的这个新史的这个说明。那么这首诗呢，是很有意思，在1950年12月他写的。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浮于海外亡，同入兴亡烦恼梦，双红一枕已沧桑。那么这首诗呢，最近的考证是说，最后一行呢，它可能影射的是晚明的移民傅山或傅青主，但是经典的话，很可能影射的是傅斯年。就在那个时候呢，傅斯年过世呢，这是陈寅恪的好朋友，非常的感伤。但是第二行是最特别的，犹说浮于海外亡。这个浮于呢，经过考证，指的不是别的地方，就是台湾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似乎陈寅恪在1950年已经在反省自己的去留的决定是不是正确的。而也在那个之前呢，他的妻子唐云呢，曾经有一个月的时间离家出走，在和这个陈寅恪显然有了意见上的分歧呢，他到香港去了，他不回广州了。而最后呢，是千说万劝才把这个夫人劝回来的。所以当时如果唐云能够劝得动陈寅恪到香港去，历史又可能是怎么样的呢？或者是当时这对夫妇答应了傅斯年的要求或邀请来到台湾的话，历史又是怎么样呢？所以早在1950年呢，陈寅恪似乎以他的诗歌又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遐想的这些线索呢，让我们思考当时的某一种决定，也许可能代表了日后的许许多多的这个结局上的曲折的啊或者差异了。现在呢，我们把焦点放到唐君毅先生，也是在1950年的初期呢，对另外的一本中国的历史名著的这个《水浒传》的一个评价。那我们知道，唐君毅先生呢是这个中国新儒学的倡导者之一。那么在51年的时候呢，他已经写下了《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这个像一个教科书一样的，在当时是非常风靡的一本重要的重新塑造这个所谓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一本专著啊。我想在这里念一下，他在这里说，西方的悲剧直接关涉个人、个体人物或人格之悲剧，而中国之悲剧意识呢，则为人间文化的悲剧意识。不论是《红楼梦》的繁华若梦，或是《三国演义》的是非成败转头空，均非人物性格的悲剧，而是人间世界在无常宇宙中地位的悲剧。最后一句话呢，当然扣紧了这个唐君毅先生在思考这个生命跟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但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是看他如何把这个课题扣紧了
到你我所熟知的一部中国的古典小说上，那就是《水浒传》。那么今天我们说《水浒传》这只是一个侠义小说或是英雄演义小说等等等等，但是对唐君毅而言呢，这是中国古典的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一本书。那么今天呢，在座可能很多的来宾会觉得说，如果谈四大小说或六大小说的话，可能我们的首选都是《红楼梦》，对不对？这个是大家好像公认的一个事实。但我坦白的说，我个人是被唐君毅所说服了。那么我觉得从他的这个逻辑来看，《水浒传》的确是重要的。我们来看他的理由。他说，《水浒》产生的元代思想艺术乃中国文化精神上不能通于政治，上不能通于政治，下不能显为教化，如梦如烟之时。《水浒》产生的是这样的一个隐晦的，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道德是非不明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里面，水浒好汉呢呼啸宝义，他们聚义在这个水浒这个梁山伯，只有现在不思前不想后，生死患难一切直下承担。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唐君毅看到了水浒的108个好汉呢，除了这个呼群保义之外呢，一种几乎像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存在主义上的一种道德的生命的最后的选择，知道自己前无来路，知道自己后无退路，此时此刻直下承担。所以对于唐君毅而言，《水浒传》表达了中国悲剧的最高境界，从惊天动地，指的是前70回，到极天末地，那一切一切都没有了。那么这108个人最后完全心散四尽，一切一切烟消云散的时候，那么这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悲凉的感觉？如果我们讲《红楼梦》大观园里的这些繁花似锦，这些12金钗的形形色色的生死的这些考验，那么又能怎么能够忽略108位这个水浒的英雄好汉他们所面临的那种天崩地裂的家国的哀痛呢？所以他说，水浒的人物顶天立地，直上直下，那么故不知人间有所谓感慨，亦绝无悲凉者也。这一点呢是重点，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用悲凉这个词，这是哀伤的感觉，或者我们对于《红楼梦》的阅读，说是我们觉得特别的悲悯，尤其是这个黛玉之死了，或宝玉的这个度脱了，对这个人生产生大的悲悯的感觉。但是对于唐君毅而言，水浒的结局呢，是一切绝对的空虚，甚至没有所谓度脱的那种可能，这对他来讲是人间之至悲，最大的悲伤。但是就在这个点上，他的新儒家的灵魂出现了，这个话锋一转，他说，上下古今皆在无人感念中，即又为绝对之充实，夫然而可在反虚入实，由悲至壮，即可转生出更高的对人间之爱与人生的责任感。这是标准的新儒家的论述了，就是你的这个整个对历史对个人兴亡的感愧呢，不能以悲悯作为一个结束而已，由悲而至壮，由这个所谓发乎情怎么把它止乎意，这种超拔呢，是唐君毅所显出了无与伦比的一种自信，对于作为一个新儒家的传道者，那么不管我们的对他的这个评价或信念如何呢，我想这样的一种文学的阅读呢，是值得尊敬的，而且他所隐含的各种政治上的这种潜在的各种隐喻式的表达呢，我想这个是不言可喻了。他对于这个所谓他在这个创作新雅书院的这种壮志，或者他继续传道授业解惑的这种情怀呢，我想这是梁山伯好汉的精神了，对不对？这种是一种很悲壮的一种心意呢，所以这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儒家那种知乎者也的揖让进退的一种姿态了。现在呢，就来到今天的最后的一个部分，
在看待了刚才的我们所谓的我所谓的隐微写作之后呢，我们怎么去看今天的这个演讲的主标题“忧患意识与忧暗意识”？我想前面这个忧患意识呢，大家耳熟能详，因为我们通常总是在说这个忧患意识怎么怎么样，包括最近的芒果干论述都是忧患意识的一个部分，是非常传统的、非常中国的啊这么一种论述。这个忧患意识呢，其实在中国源远流长啊。那么从周代以来，在《诗经》开始呢，一直是潜藏在中国的史学以及思想论述里的。那么徐复观先生呢，在这个1963年呢，把这个忧患意识呢再一次提出来。当然，他有他个人的政治的一个批判的对象。那么所谓的花果飘零呢，面对着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江山易色的情况呢，那么在海外的这些儒学从业者呢，有了这样的一种啊所谓忧患的这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呢，那么就像刚才这个我所引用的唐君毅先生呢，不论是花果飘零或是林根自直呢，都有这样的类似的表达。而在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里呢，他说我们相信真正的智慧是生于忧患。所以忧患呢，这种历史上的匮乏，历史上的这种所谓的砍线啊，怎么样的促进这个知识分子呢由此奋起，产生由悲而壮的这种情怀呢，显然是这个新儒家由唐君毅先生所代表这个逻辑所研发出来的论述。忧暗意识啊，这个是在过去的40几年里呢，先是由在美国这个任教的张浩教授所提出来的。注意到用了这个暗字呢，我可以用了不一，我的这个暗和张老师用的暗呢稍微有点不同，那么这个部分我等一下解释。那么对于张浩教授呢，忧暗意识与民主传统重要的著作呢，他论析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不能够开出民主宪政的道路。那么通过超越意识和忧暗意识正反两面的分析呢，他来这个来探讨儒家文化传统的合理和不足。那么张浩先生认为，西方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对人性之恶警醒的幽暗意识，指西方的卡尔文教派的这个基督教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呢，对于这个韦伯或是张浩所这个想要论述的，马克思韦伯或张浩所要论述的呢，是促进西方民主开这个开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的元素啊。所以呢，他说西方的民主呢，因为有了这种对恶的警醒所产生的幽暗意识呢，展开了民主的一个传统。而中国的儒教呢，虽然也有这方面的洞察，但所抱怀的是乐观的人性论。这个中国我们永远是这个乐观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礼乐之治的，永远是这个中国梦式的这样的一种是这种乐观进取的一种姿态啊。这是张浩教授的说明。我今天在这里呢，要大胆的做一个论述，就是幽暗论述或幽暗意识不必只是由思想史或者是各种样的历史所开出来。我觉得在现当代中国文学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幽暗意识的那种深邃，那种神秘，还有有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各种绝望或希望。而这里呢，我所提到的当然是最重要的五四文学的发起人之一鲁迅先生。那么今天，那么再一次因为时间的关系，鲁迅的部分呢，我就不再多说。我现在要说的是，以这样的一个幽暗意识的最简单的了解，我们有如下的逻辑式的这个辩证。我认为幽暗意识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当然是谈到心理上不为人所知的那个部分，一种最简单的这个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的诠释。或者说幽暗意识呢，也可以代表了一种道德上的诠释。幽暗或者黑暗总是影射了那种我们所不愿见的那种黑暗的那种去黑的那种在这个阴影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在今天所要尝试定义的幽暗意识，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所谓的伦理上的、道德上的或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定义而已。我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幽暗，它原来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文学思想之所以文学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启发点。而我们需要这样的幽暗意识，因为这样的幽暗意识经过层层叠叠的这个文学的论述，还有隐喻以及象征的千丝万转，那么它衬托出来了这种灵光一现的可能，也指向了这个深不可测的最后的一个堕落的一个必然或实然。所以这里的我所谓的幽暗意识呢，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只是这个学术上的论证，而也牵涉到了在认识论或是本体论上对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大灾问。而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危机时刻，1950年代的初期，那么两位中国学术界的大师陈寅恪和唐君毅不约而同的呢，都以文学的解读来衬托他们个人的心事，而他们又不是完全的确定这样的心事是不是能够在经过对文学的解读就可以完全的这个一清二楚公诸于世，不确定。但在这种艰难的挑战里，这种对文字的搏斗，还有对这种深不可测的人性的各种或善或恶的这种领域的这种不尽的探讨呢，我觉得这里面有非常惊心动魄的故事可以继续的述说。而这也代表了文学参与思想、历史和政治塑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用陈寅恪和唐君毅的一些话呢，来继续支持我个人的一个论点。在陈寅恪的这个写作《论再生缘》以及《柳如是别传》之后呢，他说用了这个“酿成”这两个字，在他用他的想象力去不断的钻研各种各样的实证，或者是有时候是伪证，各种各样的论述资料，企图去复原谁是陈端征这个谜题的时候，或者是他在这个各种样的考证去重新的见证柳如是、钱谦益和陈子龙三个人的诗词情缘，以及清明这个明清这个一代之间的各种各样乱世的这种儿女的这种情怀的时候呢，那么他感受到了历史的无限的张力。在这里任何的蛛丝马迹都可以牵连到一个过往千百年来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所以这里需要想象力的，而这个想象力恰恰是余英时先生在他的《陈寅恪论述》最后的一章所最强调的。没有了这样的想象力，任何的历史研究都不过是非常死板的这种研究而已。没有了想象力，一个失去了视力的、已经看不见任何的这个文字的一位老去的历史学的学者，是不可能在他生命最后的20年写作或者是听写出这么惊心动魄的《柳如是别传》和《论再生缘》这类作品的。所以这里面呢，这个酿成这两个字呢，那么意思有很深很深的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你见证了它不得不发生，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偶然呢，所凑合成那么必然如此的一种无奈的一种发展，以及对过去历史的线索、未来历史的可能、各种样的思考，以及这种所谓想象历史的这种执着，这成为这个陈寅恪先生晚年这么治心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方式。而这样的一种方式让他驰骋在他的幽暗的领域里，这个幽暗当然也指的是他早都看不见了，但是在他的全部的这样的所谓的这个盲目的这个对世间的事情看不见的情况下，他居然洞若观火，从最幽暗的部分却点出了他个人对家国兴亡的重新的感慨和认识。所谓的神游冥想、游戏试验，都是
陈寅恪先生晚年对他的历史学的实验所做出来的描述。而在《柳如是别传》的两首诗，就像我刚才已经引过了，痛哭古人留待来者。那么这里面呢，所有的游戏到最后成为了一场这个还泪的这样的一个心愿。所以我想这样的格局呢，可能甚至超过了我们常常讲的这个《红楼梦》式的这样的一种解说传统的这个抒情的表述的一个规格了。而最后我们看到唐君毅，唐君毅先生呢是这个所谓新儒学的代言人，那么在他的一般的论述上呢，充满了这种所谓的正能量的、所谓道德上的自我的一种建立跟发黄的这种豪情壮志。但是呢，其实从唐先生早年的作品，一直到他之后的很多的这个学术论著里，蛛丝马迹呢，我们看出来其实他有非常强的这种抒情的情怀，那么很多的学者都指出来他的文字特别漂亮，特别感人的。而他的世界观又不是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只是新儒家的那一些所谓的这个命与义的合一，或者是诚信立命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宣言呢？我们看，请看红字的部分，天心好生，同时即好杀。先是宇宙永远是一个自杀其所生的过程，这是非常非常悲观的一种想法。但是作为一个新儒家的这个倡导者呢，他却希望从这里呢跃拔出来一种啊所谓的这种石破天惊的一种新的对历史、对生命的一种感悟啊。所以他对生命，所以我们都是最孤寂的，包括你我在这个现场里面，我们都是最孤独寂寞的一生。而且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不能够真正沟通的独一无二的存在，我们所赖以存在的也不过就是语言而已，就像我现在正在用这个演讲的方式来和各位沟通这样子。但是归根究底，我们所在的整个的人生如此的苍茫，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天上亿万颗星星一样，那么时闪时烁，我们其实是不可能真正有所谓沟通的。而所想象的那个沟通，也唯赖的就是人间的爱、友情，这些所谓感通的这种能量而已。但是唐君毅这个曲折的论述里，对爱和这个感通颂赞之后，他又不是完全的确定是不是这种感通的能量能够真正回答他所有的问题。所以他说，人皆为由其心所见于无知外表者，而推之无知心，无知心深藏不露者，人不得而知也。所有的不可知、未可知的那个部分，我所谓的幽暗意识的那个部分，才真正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各种的功夫的开始。怎么样去和这个幽暗意识呢来相与共存？怎么样从幽暗的意识里找到那个时刻之间的所谓灵光一现的可能？这是唐君毅在他的一生里面呢不断在询问的话题啊。所以这些呢，我想我们就在此暂时告一段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不再多说。那么最后呢，我以一桩公案来结束这个唐君毅的部分。我想各位在座的来宾可能非常惊讶，以这样的一个有浩然正气的儒学学者，他怎么会和胡兰成发展出了这么好的友谊呢？这个胡兰成，我们知道张爱玲的前夫啊，在这个1949-50的时候，这个和毛泽东勾搭不成呢，逃到了香港，他又转而去找这个唐君毅。那么唐君毅居然接纳了他，而且两个人通信不绝，一直到70年代初，现在所存的信件至少有116封，所以他们两个人有很有趣的这样一个友谊。但是两个人对于什么是幽暗意识有绝对不同的一个解释。对于胡兰成而言，今生今世，毛泽东一帮共产党杀人已达1000万以上，我也是杀人不眨眼。他当然对这个女性啊，他说我无所谓的啊，原来不杀无辜是人道，
多杀无辜是天道，所以所有的风流艳史都是天道的一部分啊。我不能比毛泽东更仁慈，所以这是这个幽暗意识发展到最后的一个胡派的一种解说。唐俊毅后来苦口婆心的来劝说，说就算我知道生命是这样的悲凉，但是在那个悲凉之中呢，你必须转一个念头，在那个最渺茫的、最深邃的、幽暗的这个宇宙星空里面，我们静静地等待那个唯一可能的闪烁的星光，而那个星光谁知道呢？过了几千万光年，也许触及到我们，那个就是爱，那个是人情，那是友情，是亲情。所以你可以看这个两者之间呢，这个对儒家的诠释和非儒家的诠释呢，有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有趣的例子呢，继续来参考。现在来到今天的演讲的最后一点。那么唐君毅先生呢，在1978年因为癌症的关系呢，在香港过世。我觉得他的过世呢，代表了香港在那个非常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那么他亲手呢，创立了这个所谓的新儒家的这样的一个儒学的一个命脉呢，是以香港作为基础的。而今天这个命脉是不是可能继续延续呢？那么我们不知道了。那么在没有在1949年选择离开中国大陆到香港或台湾的陈寅恪先生而言呢，他的最后20年怎么样的艰苦的度过，很多的技术都告诉过我们，尽管享受了某种程度的待遇，基本上思想是不独自由的，精神是不独立的。而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那么陈寅恪所遭受的侮辱和这种虐待呢，那么在这里就不能再多说了。我只能点出一点，那么在62年他的腿摔断了之后呢，我们说他又是个瞎子又是个断腿的人，那么最后呢所有的资源都切断了，在1966年到1969年的最后的2年半时间里面，他所居住的地方的前后左右都被红卫兵挂满了宣传队的喇叭，日夜的播送着毛选毛歌和各种各样的宣传口号。我们只要想想看，对一个已经快要80岁的老人，那么日夜的听着这种我要怎么样的斗争，怎么样的革命，你是如何的反动，各种各样的清算斗争的这些实况转播，他的最后的2-3年是如何度过的。而在1969年10月7号的清晨5:30，那么陈寅恪终于告别了这个世界。在他生前最后呢，他为他的妻子写下了下面的诗歌：涕泣对牛衣，念载都是长断史，废残难报饮，酒泉稍带眼哭人。所以陈寅恪就是这样的默默的过世了。而在过世之后的40几天，他的夫人也过世了。所以我们现在心目中所想象的20世纪最伟大的一位史学家，他的下场就是如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来看待我所谓的幽暗意识，那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历史的黑洞，知识的黑洞。我们面对这样的黑洞，我们是抱着敬畏的心情，我们了解到任何的自以为是的逻辑的观念、进步的理想或者各种各样启蒙的这种号召有时而穷，而只有我们能够真正的以自己自为的这样的一种这种决心，那么以这种所谓的义不在辱、亡国为事的一种自杀的决心，这是最决绝的，或者是陈寅恪式的后死之悲，就是以自己的生命的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分钟呢，来面对着这个残暴不明的现实现状呢，那么隐忍着到最后呢，去见证的历史的最后一刻。而最后一刻到底是不是承诺任何的道德的报答呢？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在这一点上，那么陈寅恪先生还有这个唐俊毅先生，那么他们所坚信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不再是一个非常亮丽的
口号而已，而是非常艰难的，包括你我在内，每一天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生命的一种考验。谢谢大家。再一次掌声谢谢王德威院士。好，非常非常感谢王院士非常精彩的演讲。那我们刚刚实在应该喊出 Bravo， 像欣赏歌剧之后的感觉。那我们看到王院士今天第一场开讲，就帮我们用前辈学者文史哲的学人勾勒出他这三场演讲的整个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那我们也看到这些学者他们的生与死这样的抉择。那我想在场有很多都是文史哲方面的专家。那今天这场事实上概括了很多课题，有历史的，有文化的，有文学的，有哲学的，那么都很多发人深省之处。那我们还有剩下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是不是在场有哪几位可以开始提问？谢谢。还是我们请我们同样是院士级的张老师，可不可以帮我们先提问一下？张广达老师，您今天早上也听了余先生的演讲，一定有很多种想法感触，可以吗？恭敬不。又不行了。我说几句我就。第一个，我听了这个今天这个精彩的报告之后呢，对自己怎么做学问，怎么做人都有启发。这个今天的余先生。白璧德是靠着提倡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了一批，比如说中国的唐先生，佛学家的这个，还有陈寅恪先生的好朋友吴宓，这都是受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啊。所以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个今天听了这个讲演以后啊，我就感觉第一点，我们学校由彭校长来提出带头这个发展一个国际汉学，这个确实是。今天这个那个王院士的这个讲演呢，说明了其必要性，因为年轻的这一代不大熟悉，不像陈寅恪、唐这些个这个新儒家的这几位大师那么熟悉了，也赶不上余英时先生的这个这么东西都那么了解了，所以这个课题，这个的重要性从这里知道了。另外呢，这个，我想我自己也提到的一个感受，就是从古到今，从中国春秋的时候，孔子以后，到孟子、荀子善恶的这个辩论，西方也是这样，在希腊的这个哲学里也是这样。这个归纳起来呢，就是像这个Reinhold Niebuhr 这么一这个有名的这一个传教士所讲的，人有趋善的这个倾向，所以民主成为可能，但是人也要受不了七情六欲各种这个什么的诱惑。所以呢，民主成为必然必须，就是得管，得有一些个从管。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王院士给我们的这个报告非常重要。
那个陈寅恪他们那一代是那样。陈寅恪的这个弟子，你提到的汪谦，汪谦，那我跟汪谦先生也有个七八年的，就是在那个时候的共事的关系。最后在文化大革命起红卫兵一起来，他自杀了。所以他并没有这个，他是整个投向了共产党，入了党，他代表共产党。在当时叫马这个党校，中共的党校原来叫马列学院，他在马列学院这个进修，代表中共去到广州劝说陈寅恪，你接受这个中研院的那时候的科学院这历史所的所长吧，结果呢没说通，这个灰溜溜的就回来了。结果汪谦的努力进步都解决不了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趋向于恶的这个问题，多少人都不可能都没有顶住。那你包括冯友兰，你真元六书怎么写的，但最后江青的是什么呢，这个百家都唱这个红歌的时候呢，江青是这些个唱歌的人是鸟的话，就是百鸟朝凤，这个江青是个凤凰。所以这人性的善，人性的恶，在这个我讲的这个刚才听了这个王院士的这个讲演以后，对我自己也非常有启发。郑大那个现在照顾我，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几年，希望我把我的经历，因为我在旧社会有18年，余英时先生比我高一级，他在燕京念书时，我在物理系，第二年他没有回来，我转的历史系，所以我们两个错过了，所以我到了 Princeton 以后才跟他讲这个，他比我大1岁半，所以我就通过这些个。一边听讲，一边我就在自己在这个回忆这样的一个，这40年，我从1949中共接管政权以后，到我到这个1989年6月4号开枪，我6月25号决心离开大陆，到今天30年，我就很多的先生，包括余先生也是。就让我写出来。今天呢，我做在最后一点，就是在表示对我们王院士的感谢的时候呢，我很感谢你今天的这个启发。我再归纳一下，我可能说的乱了一些，就是这个人的这个人性中的善恶之，像真正要发扬善，就是善的一些；发扬恶，就可以造成集权制度的这些什么。而很多人中间总是在这两者之间，这个怎么摆来摆去啊？这个所以有陈寅恪先生的这个陈端生的这些分析，还有这个对《水浒传》的这些分析。再有一点，我强调，通过今天的这个王院士的讲演呢，我觉得校长把这个国际汉学作为我们的，实际就是要考虑中国的传统，要考虑西方近现代以来的这个人文主义，怎么样子使得这个正在成长的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了解之后，继续。怎么样来使得人类走向于善的这个方面，以善战胜恶的方面。那最后呢，我非表示我个人的感谢，就是听了今天这个讲演以后，我就更明确的怎么样来写我的这个回忆的所见所闻。好了，我就坐在这儿。谢谢。好，非常感谢张广达院士，但我们也非常期待他的回忆录能够早日问世。
那不知道王院士要补充吗？还是好？那我们还有点时间，是不是还有底下的同学或贵宾把握这个机会？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两场，就是12月6号跟12月19号。那您可以，我们刚刚可以听得出来，这是整个一系列的有关联的。那今天当然是一个已经把他这个格局讲出来了。有没有哪几位在场的各方面的文史哲专家？这边应该都有，特别是可能文学的。哎，那个台北大学文学院 院长在讲说，来。那个听到王院士有提到这个张浩先的那个幽暗，跟你所说的那个幽暗，就你说是其实不一样的，不完全一样的东西。可好像刚才就时间好像时间太紧迫，没有完全提到。所以如果有时间，希望说那个王院士给我们解说一下，谢谢。好，谢谢。我想非常谢谢您的提问。那么因为时间的压力呢，的确对这个所谓的幽暗意识，我刻意用两个不同的这个中文字，对不对？两个都是黑暗的意思，但是我只是刻意用不同的字来标明我个人的一个不同的看法。那么我想这样用今天这个最简单的方式呢，这个张浩先生对于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的整个论述呢，他的思想源头是来自于马克思韦伯，尤其是这个新教伦理的这本书，就为什么西方有民主制度而中国开不出来，那是因为这个基督教科尔文教派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人性本恶的一种自觉的砍线，那么希望经过了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这个所谓的律法以及民主制度呢，形成一个不同的一个和谐的一个社会的关系啊。那么在以后的论述里面呢，张浩先生也企图从这个中国的思想渊源里面找到一些幽暗的可能的一些线索，因为毕竟要把这样的一个逻辑论述把它做到一个圆满充足的方式。那么就我所看到张老师的这个论述呢，似乎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唐俊毅先生从早年以来一直其实对这个所谓的幽暗黑暗等等的一些关注，还有那个无可救赎的一种悲剧感，所以在那点上是契合的。但是我现在呢，不但是回应您，也间接的回应张广达院士的一些观察，就是这个我们对于善跟恶的这样趋近道德的一个辩证呢，我觉得是幽暗意识里重要的元素，但未必是全部的元素。我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历史兴亡、道德善恶这一类的幽暗的感触呢，再推进一步。而我的心里想到的这个幽暗，可能真的很幽暗了。那么真的是比较没有那么乐观。我觉得就我看待文学的态度，我其实真的是心有戚戚焉。我觉得这个幽暗的问题，果然能够以这个儒家的这种所谓的生化或是成圣立命的种种的命题来提拔吗？或者是以我们现在所看到各种各样的民主、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民主的诠释跟实践来提拔吗？我在目前的有限的知识的这个领域里，我看不出这样的一种完全的回答或承诺。但是我可以从各种各样的文学的作品里看到所想象出来的种种的人生的可能跟不可能。换句话说，我所谓的幽暗意识是假设我们对于整个的不只是生命，也不只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地球，甚至是宇宙星空里的各种样的可知跟不可知的一种遐想、一种想象，用这个陈寅恪或者是余英时先生的话，我们必须锻炼这样的想象，这个不是胡思乱想，而是接着我们已经有的思想跟历史的资源和线索来所做出来对过去、对现在和对未来的一种联想、推想，所谓的这个隐蔽连累，这又是文心雕龙里的一个观点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之下呢，我们如果不去先想象这个幽暗意识所可能投射的
种种的陷落，种种的砍线，种种的这种深不可知的这个未来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更好的准备自己，当这个善来临的时候我们去拥抱它，或当我们所看到的恶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拒斥它。所以对我来讲，幽暗意识不再只是一个历史的心理的或者是伦理上的一个结论而已了。对我来讲，幽暗意识是你我存在的状态，而我们在这个状态里是依靠着文学来锻炼我们的想象力以及我们的判断力。所以这个地方呢，我相信这是我和张浩教授比较不同的地方。谢谢。那现场是不是还有提问？因为我们的时间实际上是差不多。好，如果没有的话，那反正我们现在是第一场，我一再提醒各位，我们还有第二场、第三场，那大家可以看到已经精彩可期。好，那我们今天的演讲就圆满结束，谢谢大家。再次感谢王德威院士，也谢谢今天所有与会的贵宾。提醒您在离开会场前再次检查您随身所携带的物品，谢谢。